好浓的血腥味。帝君，帝君，为什么走不动啊？受伤的又不是脚。
如果疼的话，你就说出来。嗯。疼。哦。你以为能像当年在梵音谷那样将我收服，区区一个画像就能让你受伤？东华，你等着。你又不疼了，能跟我说会儿话吗？可以，不过这个距离恐怕只能用好的。哎，帝君为什么到这里来？因为你在这儿，我来找你。来找我？嗯。不跟你的姬恒双宿双飞，来找我做什么？我的姬恒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